皆さんおはよう，欢迎来到六的频道。期待已久的学员季转蛋币终于要登场啦！那可以看到出现的呢，有七道田鸡、拇指姑娘以及巴尔。七道田鸡的能力是转换破坏珠之后，还有产生爆弹啊，还有 C 珠缩短生成，以及让射珠以爆弹方式掉落。这个可以跟别的角色做搭配，然后去产生一个很大的爆发的哦。在抽转蛋之前，要提醒大家，六的粉丝专业场会有抽金石活动，所以大家别忘要来按赞来 follow 六的粉专，就有机会抽到金石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，按下去，到底七道天机会不会马上来呢？赶快来，我们就可以有金石留下来抽超 V 的机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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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！但乌里耶尔立马跑出来了，我想说，哇，踩了好多好多好多新的，到底是 OK 巴尔，哦，巴尔，巴尔，嗯，就有一种，嗯，我的七道田鸡呢？哎，这颗是首局最后一颗啊，还是一些那美啊，再一次机会。希望我们一样三次以内，三次指点以内就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家了。不不不不，哦，这个彩蛋，彩蛋率好像有点高啊。我还是巴尔，巴尔是有点多啊，可能没有看到拇指姑娘啊。好，来到保底之前呢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哎，我的免费十连忘记抽了，我们来抽下去。免费十连第一次呢是没有学员季的角色，但是听说这个十连是有学员季的角色的哦，还好观众有提醒我，不然要出事了，要出事了哦。这个可不可以不用抽保底就把七道田鸡带回家呢？啊，这一颗彩的，哇，我这个铁蛋的哇，你有，这是什么？你得霍格，哇，你有这个形态，哇，我补了我一个图鉴，也不错啦。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铁蛋，哦，多成这样欸，那应该是都铁就没了。好，我们还是乖乖回保底吧。OK， 来到保证学员季角色一只，到底保的会是谁？是拇指姑娘还是七道田鸡呢？七道田江，哦，是拇指，哦，我的七道田，我的黄色属性好需要七道田来帮个忙哦。嗯，还有一颗，还有一颗机会，但会不会我保底就是拇指姑娘？哦，是手镯，好吧，没了。前面本来就是彩蛋率超高，但刚刚那个免费十抽真的是吓掉我一身毛，我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多铁蛋。嗯，那最后保底出来是拇指姑娘，所以我们今天只有拇指姑娘跟巴尔啦。哦，没有七道田鸡，不过我相信这个手气虽然有点危险，但是下次的超 fever 季不怕不怕。那大家别忘了要来 follow 六的粉专，就有机会来抽到金石哦。那我们就下次的影片见，拜拜。